分啦，咁樣樣對於我哋嘅安全係太過分啦。啲車連埋我位前出，我嚟出嚟，你知唔知啊？阿 Sir， 我俾支麥你，俾支麥你講，你向大家解釋，你冇聽眼哥解釋。你哋啊，我同我前，我唔會前，我打翻俾我前。嚟，我哋俾阿 Sir 講，因為聽阿 Sir 講好。嗱，阿 Sir 咧依家同我哋講咧就係話，啲車咧喺澳海城嘅停車場入邊出嚟嘅。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的交通部同事是在現場去協助維持我們遊行的秩序的話，那為什麼會有車出來？安全！但我想你要自己知道那些車的喎。安全！很多車出來。安好，得得得。好，拜拜。我們現在是否確認了我們現在的安全先？因為我們安全先可以繼續去進行我們遊行，好嗎？我們現在要求警方立即去接回那些車，如果不是是我們會變成很不安全整個遊行路線，所以我們現在要求警方盡回他們自己的責任。開路搞成了，我們想來的，為什麼開入閘？麻煩大家告訴後面聽，我們不是他開路，是警察做事。邊位啊？黑警，黑警！喂，我唔得閒同你講嘢，我唔得閒同你講嘢。畜生！點解你入咗嚟呢度嘅？你而家喺邊度啊？冇停車啊？點解？我哋養位俾帝國海灣啦。係咪冇路障啊？前面即係冇有路障，但係冇警察喺度，冇警察嘅。即係前面係冇任何交通警幫我哋截嘅。OK， 唔該曬，唔該曬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好阻住，唔好意思。